十年来就是因为我们政府摆烂，这样欺负我们沿海乡亲，才有来自桃园的新屋跟我们这个就是三芝。所以其实我们所有乡亲的愤怒都是因为政府太烂了，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乡亲能够来化解抗衡，政府摆烂，政府摆烂，搞烂绿能，政府摆烂，政府摆烂，搞烂绿能，搞烂绿能，定定封城安全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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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已经七月了，能源局做了什么事都没有。到今天他们的网站，他们为什么今天那么气愤要来？到今天他们网站还在想，还在讲说安全距离是不需要的，风机是很高科技的，是不会坏的。他们讲的永远都是英华威的一个官方语言，所以其实对我们这个十个月来的一个辛苦，然后这种奋战，他一点作为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气愤，我们来到他的上属机关经济部，请他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他们要出面负责。在这么没有作为的能源局的一个下属机关，他们要严制的去要求他们，就是制定出一个安全距离。英华威在他自己的环境说明书里面，他说他们自己风机与风机的距离，安全距离就要350公尺。居民不能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风机的安全距离就要350公尺？为什么居民住的地方几十公尺、100多公尺、200多公尺就可以设立？在院里，他们预定的风机的位置，距离百姓的房屋最近的130几公尺，有距离安检所90几公尺，距离渔港的渔会的这个给居民作业的区域100多公尺，比比皆是。为什么风机与风机都要350公尺？为什么跟老百姓的所居住的、所使用的地方没有规定？现在吼，经济部的官员来啊吼，变啊这么多警察吼，摕一个盾牌来保护伊吼，到底谁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吼？请我们的官员来到我们的前面，面对我们的乡亲。我无压鸡丝，警察你莫安尼，官员吼出来面对我们的乡亲。我们乡亲在这里，我们邀请你到这边来面对我们的乡亲。我们手无寸铁，请你到这边接受我们的陈情。接受我们的礼物，请问你是哪一个部门的职称？怎么称呼你？请问是哪一个单位？哪一个职称？我们是那个，我这边是代表经济部，那我授权来接你们的陈情书。那你们的陈情不少陈情书在哪里？请问怎么称呼你？我们要知道你的相关职称跟姓名。你好，我是徐科长，不用去。好，今仔伊经济部的这个许科长吼，来接阮的陈情书。咱今仔伊吼要甲咱的陈情书提予伊。咱今仔的陈情书讲，就是伊的安全距离，伊拢是黑箱作业。阮要求经济部伫一礼拜以内，一定爱一个公开、一个透明、用来互乡亲讲话的一个安全距离制定的会议。我们希望经济部在一周内可以公开的邀请当地跟风车相关的自救会进行严拟安全距离的这个公开会议，请不要再黑箱作业了。我今天把我的订金书后面还有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距离，他们都在说白菜，他们都说国外都没安全距离。我今天把这个安全距离的报告跟今天我的订金书送给经济部，我就等他们一礼拜会有作为吗？我就等我们大家坚持抗争到底，只要经济部一周内没有来开这个公开的会议，一直在乌收作业，咱就抗争到底，大家讲好唔好？好。今仔日有咱家这个家人，我就是真愤慨，我大家真袂爽对无？对。咱家这个臭人，这个内幕，甲咱的陈情书送给伊好不好？好。请接受我们的陈情跟我们的礼。
礼物，希望经济部在一周内可以，你可以答应我们一周内可以开一个公开的安全距离的审议会议吗？你们的诉求哈，我们这边听到了，那我们会谨慎的评估这个事情，谢谢。请问你可以答应尽快的处理这件事情吗？不然我们的抗争争议到什么时候？对不起，你得把陈情书给我。你愿意答应我们，就是在一周内进行尽快。里面都已经有写我们需要的，请你面对我们的乡亲。科长，我们可以中间坐。科长，谢谢。好，我们可以坐在板后吗？因为大概这就是湖南的经济部，经济部出面负责，经济部出面负责。可是，在其他国家都有公车的安全距离的规范呢，为什么台湾就没有？难道台湾人的命比较不值钱吗？哦，世界先进国家都没有安全距离，都只是建议值，所以台湾也不需要。这个行动剧呢，就是在表达英华威跟能源局他们借由风机不断的吸钱，然后一直迫害我们前面的乡亲。那他们只会躲在这个黑箱里面进行他们的黑箱作业，他们的安全距离完全没有跟我们在地的居民做沟通，他们完全只做黑箱作业。我们大家一起喊个口号：经济部出面负责，经济部出面负责。限制是限制到未来新设的，那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的